天使台湾日活动的总召集人，同时也是 Rocks Baseball 总监戴瑜成教练说明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洛杉矶天使队将从8月16号开始，一连四个星期五举办天使超级星期五活动，球迷不只可以获得优惠入场票，岂能拿到精美好礼。戴教练您好，请问洛杉矶天使队举办超级星期五是怎样的活动呢？又有哪些特色？这个超级星期五的呢，就是主要锁定了四个星期五，那这四个星期五呢，天使队它本身都有一个 giveaway， 就会送一些礼物给进场观众的朋友。那我也是因为正好我们在台湾日活动办得蛮成功的，那天使队为了感谢我们台湾这一方面，他就释出一些比较便宜的票，然后让我们去做这个活动。那我又觉得想说也蛮便宜的，那就尽量拿出来提供给不管是台湾的乡亲朋友啊，或是台湾朋友的朋友啊，或是喜欢认同台湾人的一些外国的朋友也好，都欢迎他们来买票，然后参加这个活动，去看比赛，去拿免费的礼物。谢谢戴教练。那都是什么样的礼物要送给参与超级星期五的天使球迷呢？接下来就是8月30号，8月30号星期五，他送一件短的 hoodie， 他就是像类似像我这样子天使队的衣服，然后是短的，有帽子、套头的那一种，那个也蛮棒的。为什么我会觉得蛮棒的？因为一般我们送礼物，它的那个品质都会比较不好。但是上个礼拜我去的时候，那个医药包的品质非常的好，它简直就是像是外面在买的一个礼物一样。哦，那八月三十号的蝴蝶，我相信也是会很好。那接下来九月有两个星期，分别是9月13号和9月27号。9月13号呢，他送一顶送你鸭子的帽子嘛，我那个 duck 的那个活动，然后9月27号呢，他那里就是天使队的球帽，就是类似像我这一顶，他前面有 angels 的 logo， 对，像这一顶帽子这样子。那九月份两场都是帽子，8月30号就是 hoodie。我感觉，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挑这几场呢？因为我本身就喜欢那些礼物，所以我都会去。请问教练，您帮助球迷抢购的天使队超级星期五特价门票，球迷坐在哪一个位置欣赏比赛？像那一天的比赛，应该我本来只预购了30张而已，但现在已经全部卖光了。那如果有其他的朋友还需要，那我要另外再去跟天使队拿票。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